来几千块，两个，两个俩。来几千块，一千块。我第一次。来几千块，一千块。我第一次。那是我啊。这盒三百。那是我直播，连假之后我直播礼拜五跟礼拜天。我送的很好的哦，我没有送你不好的哦，来一千块。 哎，个人要几百万，无我要收下来咧。这钱扣不趁钱咧。已经有无赚钱啊？来一千块，个人吗？只有两位啊，谁？小姐跟谁？哇，你要给咩情况？我开一千，无加一万，一半，我等你变三千个，变成变一千个不贵的。来，啊，过来买啥？虾啊！虾啊！虾啊，糖啊！哎，我头壳懵懵，你看下咧。 啊，这边要变白无啦，猪猪排骨啊，来啊，虾啊，免去五百啊，要吃海参，来两百块我来，两百块来，三份嘛，好的，来，过来来，要四份，感谢你来，啊，红牛个啊嘛，好来，今下要吃虾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等不能做，今仔终于有赢，来两百块拢买了啊，几个买啊？都有吗？爱找，爱找，今个找钱。四点半。 来两百块拢换吼，好吧，差不多了吼，这样十一个，来虾啦，来十一个啦，虾几斤？虾几斤呐？虾几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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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来，阿要吃，对，黄鱼好不好？欸、你讲阿要吃鱼啊？要吃鱼，我来陪吃鱼啊。来，那个乌骨鸡，家你来，我来，来，讲个咩乌骨鸡？对，你去平来一边，来，你来乌骨鸡来，今天卖三百，阿歹势，你较大只，吃较大个鸡，冇白比啦。好啦，你走。真正要吃，我讲真诶，人家拢起价，起价我拢唔敢卖价啊。真正好吃诶哈，鲍鱼乌骨鸡哈，一人一只来，三百，别两只无。别吃得无？好啦，赶紧啦，有哪消费啦？鱼啊，我来，250块来，乌骨鸡大只哦。来250来，要吃乌骨鸡来鱼啊，拢有啊吼，来大哥买乌骨鸡来。今天啊，你抓住你就知影有较大只无？来，乌骨鸡，你遐讲，而且乌骨鸡搁较贵，给你300的少来，了解有倒个啦？乌骨鸡。听话，我乌骨鸡卖你几啊五两，搁咧想哦。啊，你要吃啥好不？鸡腿卷。牛肉炉。鸡腿卷加水饺。牛肉炉蛮好的。来，海龟鸡吧，来，免500鸡吧，来，一人要求200块了。七个人去俩，要吃海龟鸡吧，动作快，200块我来。这个八两不卡老。200。再到要金叉哦，来有要吃的200块我来，来招姐妹来，叉高蛋挞、猪海三碗、猪滚汤、安乐猪头虾，来招涛姐妹来200万，海瓜吃到有没有吃的？200块，给我叫海龟鸡吧，比较强多呢。不听言，那你来叉叉头虾来招涛姐妹来，海龟鸡吧200块，200块，有人要吃吧？有人来海龟鸡都没人要吃吧？我嘛招姐妹200块，搁送一包，你叫海龟鸡吧200。200，拢换哦，海龟鸡巴，我帅哥搞方便哦。我七包都上去了。七包哦，你。鸭肉丸还有吗？还要吃，七包一公斤呢，这一包250克，七包软1000克，软一公斤，来200块，有效果，收效。但是七包太狂，太甜，来500哦，你来你三个人。爸，你好，我挂卡了，来200块的海瓜子肉来200块，最后两位。海龟鸡吧，我来要求吼，两个咧煮一下汤的比蛤蟆较甜，来200块。最后一个人给海瓜子肉来，小姐你要不要？再拿5000。Okay. 来，谢谢。来，海龟鸡吧，各位来要吃无？200块拢换吼，我来谢谢。各位要吃鸡腿肉卷来，全只烧俩。来，各位。八个人给，真正好吃，正手工在做。只烧够了。无啦，无啊，无后壁个无，你讲必须都搞诶，无呀，无要对，好啦，而且200块来，哦，马上拿给你了哈，赶快，
鸡腿肉卷200，200，200，你若要吃啥，甲我讲咧，我物件足济，你拢无讲，我唔知你要吃啥呢？来200块来，200块来。足好食，一支就30块啊，2支、3支来，4支哦，你5支哦，你来200块来。放在一起哈。来6支哦，你7支哦，你来8支哦，你9支哦，你10支哦，你来。200块50只，来再送你2只，回去请一间非常好吃。200块来，鸡腿肉卷。一招啦，你看看我，一招，来鸡腿肉卷200，来8支，来10支。来鸡大锅点当然也可以喽，来200块来，鸡腿肉卷来6支来，来8支来10支来，来这2支够你来200，今天今天动作快，鸡腿肉卷200，不然不卖掉吧，不卖掉，卖鸡腿哈，来200块来，今天购物的，今天购物在冲啊会，来8支来10支来，来今天来200，最后2个了，鸡腿肉卷没有了，好都卖掉哈，鸡腿肉卷，好谢谢，小姐你要什么？好，牛肉卤来喽，来500卤，500块了，来看嘛，500卤别别完了，别我怕，赶快等价好哩啦，来300块来，300块重量包喽，来300块，你等这里啦，还是你也不够，来300块个牛肉卤来见嘞，三百，一百三刚搬来咪家己见嘞，来500卤300，见嘞，动作快来，加热就好了，重量包的来300块来500卤。300了，还没两分哦，我告诉你，来300块500落来，他点大不要的哈，来牛肉卤300块，哎，真的肉超多了呢，一包咖啡底涨对吧呢，有当时啊，超贵的有呢，来300块500落，最后全部贵人给啊，动作快来300块，500落肉那两哦，牛肉卤重量包牛肉卤都有了哈，好，谢谢你们来。来，阿哥来加把上场肉来，牛鸡腿300块来。哎，你有没加到？他水电牛肉卤吗？好。好玩的。好玩的。来，我玩个准备个来，来加起来。来，免500，免400，牛鸡腿200块来。我看无啊啦，130，2支啦，卖你2支，我卖你200好。没有牛鸡腿了，各位，5个客人吃就好了。哎，他、啊、怎么少了一只？我鸡腿怎么少了一只的？原来他那也爱吃牛鸡腿。啊？这两斤东西，每你阿婆200块人给你起价哦。我这上少的爱花就200，这两斤的你开少，我你起价加热非常好，200块还是百六？100块来，5个客人都有牛鸡腿，100块。我只会那边只拍啊。下这个标题，你们跟人气起来了，是什么重点？对，最后2位了，最后1位了，有鸡腿，100块，2支的100块，来100个，有鸡腿最后一个，100块，都有了吗？我来谢谢，那边刷博啊，来帅哥别来，还行啊，那边怎么又贵些了？你下面在做这种工贵，你搞混淆个对啦，我头头做好嘞，来我们吃碗嘞，200块嘞，200块，超级好吃的，我们吃碗。200块的来，三克奥利的，小贵点的，油炸七杀都可以哈、哦。你不想用炸的没关系，你哦，那得有病前真的毛高汤毛高加，200块不也呗？我起来没有？阿伯阿弟好不好？来七克的上面来，200块来，七克奥利的，一克啊12粒的，四克都要48粒的，一粒都要全部5块了，都要给上来。我玩200块的，这好好价呢，不歹价呢。来，我玩200块，后壁大买五分，感谢你啊！今仔玩可以啊！来，200块来买五分，感谢你！来，200块，你今个老赖去！我玩买五分，是不是要做生意？来，我玩200块快了嘞，超级好吃的呢！这里面吧，真正好吃啦！我玩200块拢准备了啊！这个200块是开始。来了，各位先客人，
我要下次再上，下次再上。来，哎嘞，我再讲个宣传，我讲讲不要。你今天做的什么？来，有要吃鲍鱼啊？青红高康鲍，你咪爱跟我讲，我后边佫有足侪秘密武器，干不了，佫有干不，我输袂。好的哦，来，有要吃鲑鱼，卖买一千块吧。我吃不完，后边面滚滚的来，别无条件的来，鲑鱼500块，500块来，招头切尾来，四个，有够无？来两块，来三块，来四条，来500块，招切尾来鲑鱼，来你要来买只鲑鱼哦。来，这条佫请你，是三条、四条，来五个哦。来500块来招头切鲑鱼，买两块，谢谢，感谢你500块。这块送你啦，这块鲑鱼全部一百块啦，我变啦，来鲑鱼500块了啦，来500块来鲑鱼，500块来五片啦，六片给你来鲑鱼500块，一千不用涨哦，来500块，六块啦，这块鲑鱼啥货啊，恁呢？这块鱼全部100块，还够鲑鱼哦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大片呢，来500块来，这个鲑鱼500块够人不看了吗？来500块，这块鱼。我找我找我，我找你找。500块，工地啊，卖走卖走啊，变啊。来，这里500块，我看下嘞，看见嘞，看见嘞。来，我跳奖春江哦。来，最后两位鲑鱼，还没有买到的五片，再多一片，六片哦。我你要搁加点酒吼，好啊，无问题。来，鲑鱼500块拢完，好，你搁要酒，这想法就你个啊。我去加点金葱啊，搁加点酒。来，鲑鱼拢备着吼。好，谢谢你们来。来，活跳墙，500块完。来，大哥，你要几份？来几份？痛啊！来五百一份，你去摆哦，你摆，我旁个挂一下。来一花，来一花。一卡卖400，两卡卖800，较紧的，两卡哦，今仔特价，恁欢喜，今年大家过好年，500块来。哎呦！你原厂的货料讲，有买过不知道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看一下。对啊，加存大多点。网路上一盒要三。哦，好困眠的话，哎呀，我最爱困眠的，我最爱困眠的。我来了，我来接本酒。来，大哥，那虾来了，我来虾三杯啦。虾三杯。过来嘛啦。来，大哥虾本酒。来虾三杯。两温。旁边多气温。还有什么可以点菜哦？来，青菜大哥西文看到没有？好啦，来来，请你饮茶，我是边吃蛤蟆的哈。来来，阿哥你请我哩，来东边去吃。来蛤蟆饮好未？唔免一百啊，拄食我100块的人，皆拢等于在煮啊啦。今麦要吃蛤蟆，才到10、80，我嘛先点一篮酒，来20块。20块给我，来蛤蟆梨，好啦，好啦，哎，蛤蟆梨咋不？哎，芒果菇蛤蟆酒梨咋可？我要写。妹妹，你要一份吗？蛤蟆煮汤，20块，你再问他要不要吃了？你在开我的玩笑吗？来，蛤蟆梨咋的？他可以喝汤，他不要吃蛤蟆。来，蛤蟆梨咋？梨咋都卖掉呀？好比蛮好，马上卖。来，蛤蟆20块。你在给咱商量一下，老板，这是从金门过来的。金门大哥是不是？谢谢你。哦，我金华贝尔拢一直请上来，做一只小琉球的。今仔是金门的，感谢你呐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嘿，来，等一下哈，我马上出。金门给我买黄鱼，不行吗？站得好。来，你看爱玩，爱玩看的是比特币呢。好啦，没问题啦，来20块啦。打电话开机啊！是不是你爱加地瓜菜无？来50个爱炒青，你用炒了？来，20块蛤蟆，看几个甲包一下哈。来50个。来黄鱼做碗青。来各位观众，眼睛不要眨哦。到了没有？好，蛤蟆11个。
650，两盒1300，啊，要存得来，一人一份1000块，我喊1000块够人，台湾的表现，来啦，你看，正干贵哦，哦，这大家品种拢无同款，每一颗的形状都不一样，那是真的干贵哦，不是假的哦，来两盒1000块了，那人要吃干贵，想要吃吃也出得。我不跟你买，我请你举手头一个啊，两个要吃呢啊！我讲一客啊，别讲美丽达五，两客1300要吃，开1900弄变，开800湖南变啊！两个要鲜奶油，煮火锅煮锅料两个可以加一盒，一客后来啊，另外变做小的，我卖1000卖800来，500好来，就掏前面干贵500了，好嘞，我要500，你两个都考虑。我唔知恁咧考虑啥货啦，看好目睭唔好眨啊！唔好眨，唔好眨，唔好眨，来擘开。你挂到边啊？来，我两个。就只收两个吧。有啊哈。四个。总共十个而已哦。六个。来，最后十个并过来。你看有伊无？伊做电影啊，就代表你去做电影啊。最后四位，赶快拿钱。最后四位拿钱。我请阿哥不会弄好你哦，不会啦，我要弄好你啊。我金门的大个来搞我捧场，我唔免加送一客啊。两客500有少啊无？一客就少嘛来。看好呢，来包贵，一客无咩？上你的来，500块来，干贵来，500块来，最后四位哦，没有干贵的哦，最高给你了，三二号你看，我赔1800，500块啦，要不要来啊？干贵啊，我包你拿，来干贵500块，最好存四个客人，来没有买的赶快500块来，再来500块，三百块就给你干贵，500来，给你500块，最后四位了，都买到了哦，干贵。500块，来500，落下来，干贵500块，大个哦，成功啊！哦，成功，来，我黄鱼来，来，阿哥要吃啥？阿公，不让黄鱼的话，二节翅哦，来 ，K K， 哦，你看，今天我给我给其他厉害，来，来 K K 来，给其他两箱毛海都卖光，你几箱啊？你当啊？哎，好好准备呀！黄鱼哥话侪来拢无法来，加一百下了。你若爱食啥，我就甲变化的话侪，变一千个星座话，我金门的价格。金门出单黄鱼。我知啊，啊你要搞要买黄鱼，咱就变较大个啊。我做阿老买啦。啊不，我系讲金门来只搞买黄鱼，我感觉够尊重你。金门出单黄鱼啊。阿你呐？卖在那边黄鱼啦，互你食金门无的鱼啊啦，好唔好？来，要食鱼啊哦，唔定是黄鱼哦，这黄鱼做大尾，我有哪会拼哦？来1000块来，1000块，我只掏钱，你当不了你送啊？你找他看，你找他看。一个要两啦。1000块一个买哦，哦，我咧算足久诶。伊个我咧卖黄鱼啊，300盒，我去，我记得，我只条抓起来好啊，安尼就好做物件。来，来1000块几个买？两个。两个。三个了吧？来1000个。应验钱哦，咱若送完就无一样送哦，来1000块。到时我今日喺三百就超过600，只挂袂你1000呢，两个哦。真屌啊！连七百都给你，迄钱也加来，其实也看到袂客气。这帅哥啊，现在钱也加来。来三个。来千几个票？三个。1000块，两好一样，无一块是普通一样。来1000块，因许个举杯来。够嘛？一张钱出来，我金宝，你安尼，我也发了，你就爱去安尼啊，我发了，你就爱去安尼啊。先拿几百万出来，你敢出？来拼快乐。